往天洞和宜兴核心的路是从这里走，没错。比你怎么了？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站着到天洞里的核心所在，让好不容易修复的圆盘坐上去看看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好吗？诶，难得会有这种想法，咱们要去哪里？楼阳王家的藏宝室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想那里应该有我们用得上的东西。即使如此，你就快带我去吧。嗯，跟我来。诶，在这个房里吗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在这里，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种地方。进去看看吧。当然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啊，藏宝室。这藏宝室隐藏如此隐秘，若非冰雨姑娘知道机关所在。怎么怎么找，再久也找不到。不简单，不简单，这个是1000年前的遗物呢，怎么会看到有什么东西吧？葛大哥，你的寻宝癖又发作了，想要弄的东西又出到什么机关，怎么可是吃不完肚子走了？这白燕是，我什么都还没碰啊，我发现长得也不行，怎么有没有忽然就中了起来？但还好心。真有毒，凤姐姐、学妹、古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，逼你，是你做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会这么做。告诉我为什么？逼你，回答我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别无选择，就出此下策。新鬼刻板，我先拿走了。对了，或许以后我们再也无法相见，所以这个就当作是诀别之物吧。还有送我的项链，此刻的我再也没有资格带着它了，所以也一起还给你。或有别了。音响有混乱了，莫非有什么事发生？霍大人，奴婢有急事向您禀告。即使大人，即使大人，不得了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汉军冲杀进来，向宫中上下乱成一团。为什么正在正门阻挡敌军？霍祭司，请你要想想办法。这是不可能的，我设下的禁止明明还在，为何他们能通过禁止进来？奴婢听说是宰相扩大大人私通外敌，用您给的铁链放他们进来的。哼，果然知道，早知会成此海，当初就不该雇大王责怪，直接将他杀了才是。逼你呢？即使大人一定说我敌军闯入，就立刻前去迎战。初时有些汉军趁乱冲了进来，都给监视大人杀得四散奔逃。他担心敌人的目标是大王，因此前门稳下来之后，就先去华雄殿内守着。奴婢猜想他现在应该还在那里。我知道了，你可去通知宫里所有奴婢侍女，先收拾好随身物品，在房里躲着。这回的敌人非比寻常，倘若抵挡不了时，你们可能先出城避难，王金清卷那边也正和他们做好准备。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敌人是即使大人也对付不来的？敌人基于路程，那一切都很难受得很。我有必胜的最后手段，但怕会带伤你们，所以你们得做好做坏的打算。奴婢明白了，即使大人，那就一切拜托你了。寻常汉军不会有这种谋略和胆子，一定是那家伙在背后发令指挥。
即使如此，得先和冰女会合再说。OK。直接秒杀。冰妮，果然在这里。霍尔祭司，你来了，朕正在等你。霍勇，参见大王。霍尔祭司，真是惭愧的很，都怪寡人昏庸愚昧，才会中了库扎那奸徒之计。眼下汉军的攻势，纵还抵挡得了，但铁定已落入敌手。倘若三万大军趁机而攻，那可不是我们数千卫士所能抵御。大王不需挂怀，汉军再多也不足为惧。臣只担心有人图谋趁乱选路。如今之外，眼下已有部分敌兵入城，正四散躲藏，伺机而动。我刚才遇上了几匹，为防万一起见，请大王和诸卫士先行离城退避，于是由城下处理便是。霍祭司，今日朕安贵身为楼兰国王，便该与这楼兰城共存亡。若是因为性命之忧就弃城退避，岂不让历代先祖和人民笑话？霍祭司，不管你打算怎么对付汉军，只管放手去做便是。既然朕当初力排众议相信了你，就会相信你到最后一刻。霍祭司，朕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，朕就在这里等待你的捷报吧。臣领命。便利，跟我们来。是。霍庸，此刻我们该如何是好？阻止汉军正面决战，亦或是死守此处不出？将要之役就快功成圆满，敌人会挑此刻来袭，下面是为此而来，咱们自然是全力守天洞仪。我为了预防此事，早就在关心他不好封幽世界，刚刚进来碍事的，就让他们一起陪葬吧。封幽世界，也关心他的张天盘开放天洞仪，所有逆缘幽灵。除了来自幽界的你我之外，这楼兰城方圆三里之内的人数虫草都将尽数死绝，闯进来的汉军一个都跑不了。如此一来，谁也无法阻止我完成将要之意。那么这楼兰王国的人们不也全都会？自然也是一样。霍庸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，你自己也很清楚，在这八年之中，楼兰王国的人们如何对待我们士兵和侍女们，对我们如此尊敬信赖，我们整个冷血无情，他们坑杀于此。冰妮，手持幻剑的你何时变得如此心软了？你自己也知道我们来到这世界的使命是什么。我们不是来拯救他们免于汉匈两强的争夺，而是将永恒的幽暗带来这个人世。而这最后的结果对我们而言，其实和封幽世界也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不管幽暗将领后来人家会是如何，我还是想救他们，至少在封幽时间完成之前，先他们离开此地好吗？好吧，坚持要留在这里的安归王就没办法了。待会到了王宫大门前，我叫守城的士兵们传令下去，将全城百姓疏散到离城五里外，这样可以的吧？霍庸，谢谢你。虽然我无法完成你真正的心愿，至少这个我还能做得到。走吧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得赶快去观星台。嗯。慢
漫天风沙包围整个楼兰周围，这是我以天斗眼吹动的荒芒逆境。本以为就这样万无一失，没想到就这样坏的叛徒所长。叛将王辉竟然这么想要这座城，就让你带来那些倒霉鬼和他同葬吧。李狂浩，使兄弟灭，遭千冤万寒之诱，你面天蔽日之案，蝗虫七皇，飓风之阵。好，封幽时间完成了，离七军聚城还有三个时辰之久，应该还来得及让我们逃离此地。接下来得去控制他们了。大门处好像有变，我等小小楼兰如何能跟大汉天朝相争？劝我速速弃械投降，只要归顺我们大汉，纳为藩主，丹青圣上气量宽厚，一定会让我们国王民安。这次不惧匈奴寇料，我们楼兰自比荒漠之巅，何须你们朝汉朝来管？赶快跟我们中和吧！进剿不知吃罚剿，即使如此，有杀！杀光这些不是抬举之徒，一个都不要留。来吧，我们早有觉悟，即使战死于此，也胜过带我们成熟。你们退下，那我要收拾他们。霍祭司，这刚才阴阳怪气的家伙是谁？管他的，先拿他血迹再说。愚者，都给我死吧！好强的药术师，弟兄们，没什么好怕，咱们再上。妖怪，这两人是妖怪，这多少人胜不过他们？怎么快退？没用的东西，千峰一败，后面就鸟兽散。敌方组队似乎因此起了骚乱，正要退后了。不愧是我们的霍祭司和兵临剑士。是啊，都被我们两人拦住，我们已经挡不下刚才那波攻势。除了刚才那一笔咒文，到现在为止共有多少敌人传入？被叛徒故障带进来的第一批敌兵，跟我们有五倍，因此他们传入最多，大约一两百人左右。这我们调派宫内七位全力抵挡，就再也没有任何敌兵闯进来过。不过什么？当初第一批闯进来时，有个声音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，不过那时我们急于对付敌人，因此就没什么在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向祭司大人提一下的好。响应也罢，这次我自会处理。趁着此刻敌军后退之际，你们赶快带着城内余人撤离，在三个时辰内前往离城五里之处。为什么霍祭司在我们离城弃守了吗？我怎么要施展遮天设地的咒术，一举歼灭城内和周围的汉军？为了怕此数字会波及你们还是先离城出避为上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不止你们，宫内的势力不易火房杂攻，以大王的亲眷等等，也都由你们负责护送出城。速度去办，不得有误，明白吗？属下遵命，我们这就去办。其余的人马务必守好门口，不许在那个任何汉军闯入。等齐阳撤出之后，你们也一起跟着离开，听到了吗？属相遵命。如果那是相应的话，那你所图必是地下的天洞，我得马上去看看。OK， 好。属下参见霍祭司大人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谁叫我们看错的？我俩是这样的，孤野队长知道你这是你的要头，生怕此地被敌人入侵，因此特别派我们来看守此地。我马上就要施展身法灭敌，不必再看守这一次，赶快和赤阳士兵一起撤出此地吧。霍大人有何吩咐？
你们顺便到机关房里去，转动开关，将通往地下城的入口关闭，并将所有房门和通路封死，然后从密门离开此地。那祭司大人，祭司大人，你们呢？我们只有其他打算，你们不用过问。我刚说的事情，你们赶快去办吧。属下遵命。祭司大人，祭司大人，你们可要多加小心。看来这地下城已经完全封闭，副戒指，咱们在此好好做个了断吧。那怎么办？走啊走！这案是令人难以置信，这神庙无风的装置的确具有淬动天妖的无比巨力，凶死之刻就在眼前，怒无法阻止他们。相应，你以为你阻止得了？是谁？终究是给你们发现的。暗室副戒指虽然是你不行之路，仍然欢迎你参观我精心建造的九魂天洞，还是该叫你相应比较合适些。啊，霍祭司提醒了，这叠不入流的化形小技真是让霍祭司见笑了。神像僵硬，我就把话明说了吧，你化身为汉室副戒指，为王辉立筹献策，千方百计要攻下楼来，其实只为了一窥这里的究竟。怎样，该是所见的一切还令你满意吗？即使或用，一切都是如你所说。然而分隔冥幽两界的穹苍天河，不容一解有邪佑之事，兴趣太古的死鬼一律更不容任意侵毁。我身无天庭密室之志，明知不敌尔等的恶人之力，也得尽忠职守，死而后已。手下败将还想尝一次苦头吗？那就成全你吧。比你卑贱，是，那就得罪了。为什么天庭会派一个打不赢祭司跟剑士的人来呢？很搞笑啊。哎，死了。才500滴，我不然打还是蛮痛的。9200。鞋带多厚啊？赢了赢了！不行，我
身为游神炉火亲卫的日月算子之力，果然也非我所能及。三强相依，纵使你的忠心胆气可佩，但我向来不饶人两次，这就让命来吧。等等，若非天庭上官与我这四男达成之乱，我也不会心险做这不自量力之举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听命于彼等。霍祭司，叫你高抬贵手饶我一命，我愿发誓降服于你，只是一心一意效忠幽神罗火。你说如何？即使天童已成功封印天鬼，天庭诸神必定不会坐视不管，将来在人间必定还有一番征战。响应，若你愿诚心投入我方，便将天庭诸般内情机密告知于我，以为来日之谈所备，不但可以饶你一命，还可以让你成为征伐天庭的守将。蒙霍祭司如此垂爱，小人感激不尽。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相信你，你需要交出你的本命元魄内丹，让我行使从始至意。倘若你怀有恶心，内丹上的尊神之印便会让你神魂俱灭。这对我被掀起得道之人而言，这元魄内丹即是一切。霍祭司，你如此信不过小人吗？从始至意即是忠诚之证，若非经过此意，我谁也不相信。相依，你说如何？小人明白，这是小人的元魄内丹。很好，等我以从始至意刻下尊神之印，这内丹便即归还于你。等等，这是……霍庸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这方法竟然得手，即使霍庸，我因为迫于情志，只好对你用血龙臂这种无耻剑技，真是对不住啊！荒谬，真是荒谬！这八年来，我谨慎细心的计划一切，自认走向严密，万无一失，没想到到头来，却找了这种在龙鳞看穿不过的道。难道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天意？就像粘天盘上那道阴影。霍庸，干得好，相应！不管是用何种方法，你能将我伤成如此，今天就算你赢了。但是，我可还没有认输。即使我已无法活着完成将要之意，你也动不了这天洞一分毫。我也会把这一切原封不动的保留着，留待千年之后的真正胜负。在下一次的凶时之刻，我一定会回来完成将要之意。等到那时候，你再试着来阻止我吧。霍庸，你的伤势，你的身体不能再……这是完成了，这新鬼刻板一毁，碎片四散于异界各处的现在，再也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了。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此神就会在封子天洞里而生的幽力下一分为二，这是各具无人而及的天地之雅。随此而生的无方幻界将会永远保护这座幻城，直到来生的我再次开启天书一座，继续这未完的一切之事。除此之外，剑士逼你听命。剑士逼你再次恭维御令。逼你，即使得历经无数次的转身，我一定会度过千年的时光回来。或许那时的我已经形貌全非，或许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认出我的。可是我的魂魄能否历经千年的转身而不破散，
千年之后的我是否还会记得尊神的谕命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你要在那里等着我回来。万一千年之后的我已经无法实现自己的使命，你要代替我启动九魂天动仪，完成九星仪轨合一的降妖之仪的最后一部分，那幽界重回金世人间。我在那里留有一切所需技术的文卷，只要找到它，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。不，霍庸，你不会死的。你的尊神应我要的祭祀，祭祀这样的伤也。比你，我累了。一切留在那日再说吧。咱们千年之后见了。到时候，可别忘了我。霍庸。霍庸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不会就这样抛下我离开的。可是为什么？剑士兵，你我无意打断你的罪死，不过这里的逆界化力越来越强，一旦封界完成，那谁都走不了了。如果要走的话，就趁现在吧。你是你杀了霍庸。好个强子劲敌，怎么会罗侯因我要的见识啊？见识兵力，我让你现在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然而即使你有天下无双的劲敌，当凭一人之力杀不了我的。现在还不是一决胜负的时刻，千年之后的双死之刻，你我都会再回到此地，今日尚未了结的一切就留在那时再做了断吧。你休想逃！祝在下不奉陪了，那么咱们千年后再见。霍庸，没想到这一切会以这种方式收场。但是只要是你的命令，千年也好，万年也好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只希望这许久许久的等待，不能让我将你的一切都忘却。皇后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到我们最初来到这人间的地方。是那天地规模的至凶照相，我们看到这一切代表着什么？回将军，属下愚昧，不知此事的真意。知道这一切与真相，大概就那深不可知的参军副介子的。当初他鼓励圣上发兵拿下楼兰，必是别有用心。我们看到的奇迹，就是铁铮铮的明证。将军大人，一个时辰前，领500精兵潜入城中，原本全军已整待。整装待发，只待这批先锋打开城门，便一鼓作气攻下楼兰。现在事情变成这样，
这么去更如何是好？现在情况不明，楼兰完成又凭空消失，我们只能先待在原地按兵不动，一切等参军回来再说。参军副阶子参见文将军、高将军。啊，将军辛苦了，你潜入楼兰的情况如何？回将军，祝下潜入城内之后，忽然见到一阵蔽日蓝光，震耳轰鸣，正要护下重兵士避难，但已是太迟，慌乱之际回头就逃。待着双目恢复清明之时，忽见幽芒罩顶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楼兰完成正缓缓飞起。这个我没瞧见呢，然后呢？属下回头寻找带去的500兵士，结果一人也无，只遇到出城避难的皇族中的宫中奴婢，还有在士兵带领下离家逃难的百姓。他们聚集在城郊外，看到完成凌空飞起的光景，全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哦，那么说来，楼兰王国的王族百姓都性命于难了。这倒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话虽如此，但不独王城在这一变之中湮灭，整个楼兰王国也几乎被风暴毁得片瓦不存。今后要如何安置这些移民，才是令咱们头痛的问题。的确如此，参军，你于此有什么高见？当初圣上要我们取得楼兰，本是为了取得攻打匈奴的前锋前哨。如今楼兰虽已湮灭，但其名利犹存，咱们不妨将我们迁到南方50里的淤泥之地。听说那里水草丰富，天候温和，比此地更适合居住。他们集合这些军兵之力，帮他们重建家园城池，如此咱们既可以得到屯驻之所，对圣上也能有个交代。不知将军意为如何？这的确是个好主意，果然不愧是名满天下的副阶子，此事就一定的主意罢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件事情，希望你照实回答。将军请说，你在楼兰城内的遭遇真的只有那样子吗？哎，都怪属下寡思无能，目睹那惊人奇景，便只有发出奔逃的份。一切怪我过于急躁，白白牺牲500名弟兄的性命。我知道了，参军请勿过度自责，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吧。是啊，天意。这巨响是，这是还有我送给宾里的项链，还有他手上的明金之剑，难道他明华紫金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在前面喷出一阵白烟，然后就不省人事了。是宾里姐姐帮我骗进来这里迷晕的，夏奥大哥是吧？是他。我身上的吸鬼磕盘此刻也不翼而飞了，世上知道如何使用这磕盘的只有我和他而已，我想是他不会错的。我不明白贝林姑娘为何要这么做。向后兄弟，算我这粗人再没看人的眼光，我也不相信他会背叛你。或许他是被谁迷昏了心智。不，他不是背叛我们，他只是独自去行行遵守的命令而已，那本来就是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，也是我的使命。夏老大哥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总而言之，我全都明白了。这么快到底下的听洞与机关城，便你必定在他那里。我们得在他启动天书宇宙之前阻止他。不，或许此刻已经迟了。启动天书宇宙，一定。你的意思是？安德履行千年前我给他的遗命。风姐姐，这是说来话长，咱们先走再说。这密室的出口被外头的门户挡着，没办法从这里出去。弄着眼睛的是，左是右，2413。2411。3。开了开了开了。
行吧。梁浩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没资格当你的主人。见识比你都不像你应有的力量，我们今天是非取你性命不可，为何你不全力一战？他祖父的封药之意已经完成，我在这里使命已了，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之事。既然你们要取我的性命，这就爽快的拿去吧。你是不把我们四轮尊者看在眼里吗？借这一招看看。住手，不准伤他。霍庸，不，不会是他。谁敢再动他一根口发，我就把他送到五万石院。既是霍庸，你来得正，今天正好在此把罗侯双死欲取讨灭，甚至幽暗幽冥中的毕竟只有黑暗而已。当初罗你们活下来，想利用我们智力对抗罗侯的想法，实在愚不可及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他罗兰一役就该趁便毁了你们。凭你的疑鬼是不会自己回到原位的，以为人不出手干预是我们太天真，如今变成这种后果，我们十轮四尊者在者难逃，只好先灭你们两个人正本清源，再行准备迎战幽神罗侯。既是霍庸，你们千年前没能同时，今日用我们四尊者之手，算我们共赴黄泉，可该没有怨恨了吧？既是霍庸，你且在那里等着，我们解决了见识比你之后，轮到你了。其他三人在一旁看就好。我们不想多伤人命。等等，四位大师，你们一来就杀气腾腾、凶巴巴的，喊着要杀要灭的。碧莹姐姐碍着你们什么了？还有你们称呼霍庸又是谁啊？小花儿，敢在我们四人面前大声叫嚣，只怕你还是第一个。小女孩不懂事，不跟你计较这些细节。但你可知见识比你刚刚做什么？他安置吸引鬼刻板，启动九魂天动影，引动进入罗侯暗阳暗心路环道深圳两位，完成了封药之夜的最后一步。如今九曜期限，日月双食马上就要来临，万年之前被天幕众星封闭的幽界之门从此洞开，幽神罗侯亦将再度降临金丝。你们可知那这一切的后果有多严重？进入罗侯两星将永失日月，一切光华于烟消失，无方将幽魂将笼罩天地，使世间一切活物死面殆尽。这人世将化为幽兽冥鬼与罗侯眷主的国度。自从千年前的普查之后，我们十轮宫就处于几率要防止此事发生，没想到还是给罗侯装死得逞。幽神罗侯，那传说中的十日凶神，无方幽冥的主宰者，罗兰的一切，这九魂天动影全都跟他有关吗？即使如此，可是冰莲姐姐为何要这么做？也难怪，这本是少有自小的创世秘密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你们自身示众，就把一切告诉你们吧。这一切也从天地尚未开创之时讲起。最初存在世上的只有华分、混沌、幽冥三物。华分为无方之光，幽冥为幽实之暗。这相生相克两者，在开天辟地之后，与混沌化身为华云间的万物，经万言而临定为明霭，定土与化荒，也是后来的天界、人界与地界。然而掌华分与混沌的创世之神，就是我们所知的女娲与伏羲。害怕幽冥带来的死，会吞噬世上的光与生命，于是合力将诸药诸公之力造构天幕之障，将幽冥远隔隔绝于金石之外，只留下早已遮蔽半边天空的黑夜。
天地人三界之限便由此奠定。自此之后，幽影只能照诸药运行，使这屏障减弱。天幕暂时洞开的瞬间，侵入人世，这片刻间吞日十月的暗影，就是被封隔在异界中的幽影。两位尊神将幽影驱绝之后，那掌管幽影的创世之神后来却怎么样了？这问题问得好，后世的一切纷扰就是由此而起。幽影的主宰者，也就是幽影的幽神罗侯，自然不甘自己和眷主被永远封在幽影之中。他是造出两个从此送往人间，这一男一女两个使者分掌剑术之力，奉命利用人间的争乱纷乱之际，设法建造了隐居偏洞星耀仪轨的奇异仪轨机关。这机关之力能驱地天尾老书仪道相，他们计划在每千年一度的诸药偏散天幕的风格之地坠落之际，用这机关之力令星耀仪轨偏位，幽姬和卢侯神便可趁天幕散破洞开之时，借天洞以打开通道，重返人世。这么说来，他们选择的地方就是古龙兰国，而他们所建造的机关，就是这九魂天洞仪。大尊者，你说的这一堆和冰灵姐又有什么关系？在罗侯神派人来人间的两位从使之中，冰灵便是掌护法之子的剑士。霍勇虽在千年前死于与神将相遇之战，但他临死前发下略诺，将历经转身回到今世，继续未尽的使命。小姑娘好像不相信我的话，这段故事还是由身为主角的你来说，是吧，夏侯仪？还是该叫你霍勇比较合称？罗侯霍勇转身，啊，我都搞糊涂了。夏侯大哥。真的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已经记起前世的一切，也不想否认你们说的种种，但是你们听好了，我已经不再是霍勇，也不会再成为霍勇。此刻的我在乎的只有一个人，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而且我不会容许任何人妨碍我，即使是你们十文尊者也一样。夏侯仪，宅女一直对你寄予厚望，希望你能将功补过，石龙宫这才对你们多加忍让，可不是怕了你们。既往罗侯使者能一改前非，本就是缘木求鱼的傻事，咱们还是合力将他们两人毙命于此，免得将来夜长梦多。不许妄动，未有得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对他们动手，违者以石龙宫九大戒律惩处。不动尊者，剑士被你开启的幽界之门乃是事实，为何还要再维护他们？夏侯仪，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看错人，现在是你决定一切的时刻了。冰灵，你真的完成将要之仪了？对不起，你不用道歉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使命，也是我的使命。你这么做，我并不怪你。可是我还是背叛了你，我知道你并不希望这么做，不论你是霍勇也好，是夏侯仪也好，我从以前就不愿做出违逆你的心意的事。然而在那场梦之后，我想起大万的过去，在我打倒幽界的饕餮之后，那个梦你也梦见了吧？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瞒着我，特别是看过藏在华雄殿的古文风卷之后，风卷里面是霍勇嘱咐你的流苏吧？是的，霍勇在那卷古风文卷谆谆叮嘱，要我务必完成他未尽的使命，我没办法背弃他对我的托付。而在试探过你心思之后，我知道如今能行使霍勇一命的人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。背叛霍勇，或者背叛你，我只能选一个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不管你。我虽然不想这么做，从千年前的我就知道。然而，就在我完成降妖之仪之后，
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，是我一直没能想起最后一段回忆，那是当你柔软的陷落合影约定最后一刻，我从那幻境醒来之时，我只觉得满心的欢喜，却又满心的悲哀。喜的是，我终于回想起那时的心情，想起我为什么才等上那么久的时光，那不是因为遵守的使命，是因为你和你的约定，是为了希望有一天能再你重逢，希望这个长到让忘记一切的梦，有一天会真的实现。而悲的是，我必须背叛眼前的你，亲手毁掉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梦。这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吧。当你的我霍庸定下那个约定时，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没想到时间会改变一切。是啊，又有谁能料得到千年后的事情，而这一切之中却令我痛苦了。如今的你已经完全不是霍庸了，传世后的你一方能置身生于这人世，将世人视为伙伴的你，不再是我遵守的命令，一心一意想阻止幽界的降临。可是为了霍庸活下了我，该怎么办？在我的眼中，你和霍庸并没有什么差别啊。病你，对不起。什么都别说了，病你和我一样，把霍庸和过去一切都忘了吧。已经履行他对他的承诺与情分，从今以后你只为我活，我为你活，而我也只为你活好吗？可是已经太迟了，就要一归一动，再过几个时辰神光天阙就会洞开，我终究还做过不想做的事。而就算你能原谅我，世上的人们还就像这世尊者一样视我为仇敌，之后必会都为你带来无数的困扰，所以你还是一剑杀了我吧。此时此刻能够死在你手中，我再无遗憾。你说是什么傻话，谁敢伤害你是我夏侯影敌人，我可没有怕过谁。至于神阙天关洞开，那也不是无法可想，倘若尊神降临到这世上，我们要集合全力击退他，逼退退回幽界界便是。我们办得到吗？比利，别忘了我们可是尊神引以为傲的事实，他赐予我们半分的术法之力，赐予天下无双的剑力与幻剑，光是我们两人力量就堪与他匹敌，若再加上风姐姐鼓荡他们，我们并非毫无胜机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我们就情力以战，如果我们胜了，不但能保住这片美丽的天地人间，还可从尊神手中夺回我们的自由。自由吗？我明白了，你这么说我是怎么做，就像以前你是霍庸的时候一样。虽然霍庸已经不会回来了，但是这里还有你，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。你能明白就太好了，这不被过去的种种束缚，反正我们总能找到方法的。来，你先在这里坐着。史文斯老头，你们今天不是要毁了罗侯双子吗？要动手现在放马过来，我们待会还要迎战尊神，没空为你们这种小事费心。夏侯仪，不跟你做口舌之争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，你刚才所说要反抗罗侯之事可是真的？我是真的又如何，这是我和冰的家务事，你们可管不着。南极罗地索罗地毗卢遮沙赫，啊，米南喇叭，你为何向我们示好？我得一门之助，坚决洞开并非无可挽救。夏侯仪听好了，我们四文公世代的大雪山雪峰传承神域秘法，以祭魂转世的方式监视着人世数千年，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，就是守护石轮仪轨，能够守中执政。石轮那是什么？仪轨哪是不可见不可视，
不可解的道纲法义，他统括苍穹宇宙诸理，左右十法星耀之行，可说是世间的一切随着他运转而联动生息。时轮以鬼自生于自天地创造之时，乃是天地间的自然之理，人力万年而不邪矣。而一旦时轮以鬼走偏，轻则天灾一变横生，纷争乱象风起，重则日月星辰移位，天河穹木裂解崩定。原来如此，我平常看天上星辰运行，只觉得其方奥妙难解，必然有天机妙奥所在。原来其中有这么多道理。夏侯矣，这原本万载不变的时轮仪轨，千年前被你公白摧成的将妖自己给偏移了半分。你在临终之际，又将天动于风雨地底，至死不能归正的仪轨悬在中间摆荡不已。致使这人间千年来天灾地变不断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修复仪轨的之法，却没有天动一般的躯体可用。结果解铃难须系铃人，能解决此事的果然只有你，这大概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事吧。这话怎么说？在凶时将临时刻，唯一可撼动诗人仪轨的时刻，罗侯在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但这也是修复仪轨的绝佳契机。如你所知的，其要将一将要之也的完成，而会与天顶分隔，明有天河穷木之力，因此而冰消瓦解。罗侯原本意图就在此刻让时轮永远溢出仪轨，如此天目地定，再也无法恢复，有些便能再次与心事相连。但我们亦可利用这机会反其道而行，一举让偏移的时轮重返旧观。你们这主意竟然可行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天洞里的力量并非单独而生，幽界中必定还有另一座天洞仪，两座天洞仪互为正逆，产生的反缺之力相互吸引，是这忽强忽弱的吸引之力，是两界之间的星辰天物汉仪。当年你在建造的天洞仪是阳端，而依照天象所示，时轮正朝朔方偏移，显示阴端力量较盛。若我的推算无误，你们只需封止罗侯所中的天洞仪，时轮失去逆力吸引，便会飞返原先的仪轨之上。我明白了，总而言之，我们要重回幽侯城，关闭另一座天洞仪便是。不过你们总会知道这些事情。时轮之者已传承数千年，吾等虽非全知全能，但也不是你所想的老迈无知之辈。夏侯矣，这个忙你可愿帮？回去罗侯城的天洞仪，便可令尊神再难插手人事之事。我们有此预计两个之效，不过此事非小。既然你们得将此重任交付于我们，今后便将尽除一切差异嫌隙，全力帮我们才行。夏侯矣，既然愿意帮忙，你就再也不是失魂公子弟，过去的一切便让他付诸东流，希望我们今后携手合力，以你们昔日罗侯双死的大人，为这人事力抗这次幽灵之侵吧。我们尽力而为便是。记得你的承诺，我们四人会先到罗兰城四周，利用天洞仪的栖住之地，行使正要大法的命令，设法镇住已经偏攻离位的七曜，拖延基督与罗侯入主黄道的时间。待你们准备妥当后，以你们原定之法开启幽界之门，前往幽灵中的幽侯城。我们随即再以镇妖大法封闭天幕，阻绝幽灵趁机入侵。在天幕洞开的瞬间，我们变成黑龙，从观星塔直入幽灵。不过我们这一去，应该暂时回不来了吧？而在罗侯城中找出天洞仪所在和封止之法，舍不得让他们再待上一段时日，看来我们还可以回沙洲好好增补一番。自是如此。此外，光凭我们四尊者之力，还无法镇住皮方天洞仪的巨力。夏侯矣，你顺便替我们知会神阙宫灾女，请他带领前来此地的中原群豪来此，一起出力行使这镇妖大法。纵使他们的修为有限，
一次集合数人之力，总是能弥补此刻的所需。小公子此刻人应该还在甘州，我顺便帮忙跑一趟便是。冰凛，咱们走吧，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我们所珍惜的人士，从尊神那里取得我们立于天地间的自由，这是你长久以来的所望。虽然迟了点，但我总算能着手实现你的心愿。虽然我已不再是你所信赖的依靠或用，我依然希望你能将力量借给我，就像洗礼的时候一样。嗯，你应该明白的，我的剑和我的心一样，永远都属于你的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剑士。夏侯仪，这件事这么说定，我们先去准备正要大法的事宜，我们稍后再见。凤姐姐、古大哥、学妹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绝不会卸避责任。不论过去的一切程式如何，只希望你们能明白，此刻的我和冰离和你们一样，都不愿看到这人间会有即将降临的五万幽影。如今我所能做的、所该做的，就是前往幽影中的罗侯城，奉之皮放的天动仪。此行的艰难可期，我也希望再借动大家的力量。可是，我不能再为自己过去的错误，强将我们卷入这凶险之中。所以，要继续跟我前赴此行。我想让大家这次做个决定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们。夏侯兄弟，你这话太见外了。自从咱们相遇之后，一起出入生死这么多次，要打回唐谷也早就打了，又何必拖到现在？这一路上托你的福，我不但代替老师见到传说中的楼兰城和电动椅，还到过无数奇幻奥妙之所，所以这一趟我怎么可以不去？管他幽影也好，罗侯城也好，只要是你和冰凛姑娘要去的地方，那就算我一份便是。一弟，我也和古兄一样，咱们在兰州相逢之后，就这样和你一路行到这里，这等说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。我还没过足替你叫风姐姐的瘾呢，所以这趟罗侯城之行，我也是确定的。学妹，那你呢？夏侯大哥，只要你不嫌我人小力微、碍手碍脚，只要我还能帮你出份分劳，不管要去什么地方，艰难险阻之地，我随时都愿意跟着你去。凤姐姐、古大哥、学妹，多谢你们，有了大家这份心意和承诺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。在天动里的力量之下，有一劫不克即将降临，咱们可以等到这之前找到小公主，然后准备前往罗侯城，那这段源自千年姻缘彻底做了了断。嗯，那咱们回甘州一趟吧。诶，这出口怎么变成这样？原来如此，这也是罗布泊烟火半没错。在天洞里恢复功能之后，原本飞在天上楼兰城上半截降回了原址，于是这也是成这副模样。这也其实令人必想不到啊。所以，哦，那不是小公主吗？夏侯仪，你回来啊，一切顺利吧？小公主，这可真巧，我们正好有事找你。这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一早在这里等的。怎样，这会大发现吧？哼，你明明什么都了然于胸，就不肯多透露一点内情让我知道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和你计较这个。话说回来，这回经过是这样。夏侯仪画了一份功夫，将时段是不不不不不，好，这边跳过好了。原来一切是这样啊，夏侯仪，我说过素没有带你了解一切，我恭喜你找回自己失落已久的过去，也很高兴你终于选择自己将来的道路。遗憾的是，事宜的进展比我想的还快多，降天的位移已经重新启动，这么许可立刻加入不动村者一行，确定你正要大法拖延凶死之刻的来临。夏侯仪，这开天目入火罗侯城封子比方的天动仪，这可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冒险之举。然而人是人火存续下去，亦或是被幽暗吞噬，就看我们这回能否成功了。要么重回旧地，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。至今延宕千年之久的旧事，也该旧事了断。为了保住这人世，
为了让我们人有明日和未来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嗯，一切都拜托你们了。我会率神阙宫朱庇立刻赶往罗汉城，波斯派人马骚扰之前已经出城，如今去向不明，说不定他们已经看到回将罗布伙伴的罗汉城。倘若果真如此，以周围两人的个性，必定会老去乱搅一番。这个天洞里已经启动，有些不客即将降临之际，来我们的城内乱跑，可是危险之极。一定，如果来得及找到他们，务必将我们带到天书一格的所在，我们会尽快赶到。我知道了，小公主，那我们待会见。好。村长，伊斯罗他怎么了？该不会是……是啊，该来的终究是来的。今天好多人在房里整理东西，忽然就是失神倒地，昏迷不醒，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的。答应说的没错，他的身体维持不久，看来这回他真的要离我而去。村长，你先别难过，我们北海知道许多身怀大能之人，或许他能救得了伊斯罗妹子。小公子不必安慰我了，如果让死人复生是如此容易之事，答应又何必花上数百年的时间研究创命之法？伊斯罗陪我多年，这些年我也该满足了。这次就只有让他到天国和他的父母相聚吧。村长，小公子，我很感谢你的好意，但此时此刻就让我安静在这里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刻吧。不能就这样发起，让我好好想想看，应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他。好，有一种东西叫 Foodpanda 跟 Uber Eats， 我从太仓更确切的结果要得到七成一落，你必须准备七件物事，分别是神鸟、神屋、金翔、金灵、灰月魂石、火灵冰石、明华紫金、翡翠碧沙、乌光雪铁和赤炼火筒。当你找到这七件东西之后，以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玄法，将我们炼化，最后便得到七色璎珞。切记，七色璎珞需得佩戴上身，否则形同无效。OK， 雷布斯先生，你好。这种上次与会，难得在这里看到你呢。哎，这不是夏侯公子吗？多你的福，今天实验室的行文顺利，不知夏侯公子有何指教？实验？而不是先说过托我的实验。对了，我听古嘎哥说过，有他芭芭拉秘仪的苦火之术，这也算是一种创造生命的神迹。这么说来，或许他可以拯救伊斯朵的性命。而不是先生，就我一次相求，无论如何，希望你能答应我这个忙。哦，是什么事？先说来让我听听吧。这种人做的事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将昔日发生在小中托我魂的往事，以及发生在伊斯朵身上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亚布斯。嗯，有意思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没想到世上除了我之外，也还有和我一样自愿研究创命之际的同好。就拿直接使用人体做法是写信的一点，但同有值得接近的参考之处，绝对值得我出趟远门去瞧瞧。小公子，就麻烦你带我去那小村吧。了不起先生，这么说来你是答应此事的？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。对你刚才诉说那姑娘的情形，我想或许要帮得上忙，不过我不保证一定能成功。先生愿意帮这个忙，我们已经感激不尽，如果这样还是救不了伊斯朵，那是上天的安排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动身吧。几位牙，你去帮我打点行李。平常我用那道具、药水组和各种金石，还有试卷之类的，都帮我放进去。是主人。不是先生，也让我帮你忙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要不是主仆两匆匆收拾必要的物品之后，便和夏侯一行踏上前往拓魂的旅程。在盗墓中历经数日的行程之后，一行人抵达了小中拓魂。嗯，那房间虽然充满死臭味，就是绝佳的人偶调制之所。如果需要对那姑娘做什么处置，在那里就可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通知村长此事，即现在在此稍待片刻。
你快去吧。村长先生，一次我姑娘有救了，我找到一位精善人口和炼金奇术的智者，院士的医治医师度姑娘，她现在都在门外。真的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才好？他说以前答应使用的失去知识颇为何用，得到那里医治医师度姑娘。村长先生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快把医师度姑娘移到那里去吧。我知道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姚不是先生，医师度姑娘她还有救吧？有救有救，这位大燕前辈说法十分高明，就有参考价值，只他过度专于肉体，就忽略灵与肉的结合，所以才会变这种结果。村民和复活一样，都需要将灵魂封入肉体之中，这位大燕前辈草率使用定魂珠来封住灵魂，结果灵魂不留于肉体，妥善结合，长久以后肉体变成两者的间隙开始腐坏，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大英先生说每隔几年就换一次身体。要不是先生，那现在该怎么做才好？还好这肉体刚做处理的不错，以我独门药剂清化之后应该可以继续使用，然后再将灵魂从原来的定魂珠萃取出来，重新定住在当基底的贤者之石上，就可以彻底治愈他了。哇，这简直是神乎其技。要不是先生，我古文德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在我的故乡巴格利亚又有些炼金师，从未想到炼金术竟有如此功用。感谢古兄夸奖，夏公子，其他治好一手姑娘不是问题。不过大一是用定魂珠来震纳魂魄，那么强将魂魄中萃取出来，那就得毁了这件珍贵宝物，而这一手姑娘的魂魄因此会受到一些损伤，因此我想向我两位姑娘取点禁魂来用。让艺术的魂魄替换出来，如此便可养全其免，保住定魂珠。不知你以为如何？这样会不会伤害他们？我只取一点灵魂来用，了不起灵魂少一点，但不会有其他不良症状。这个，你给问上本人才行，我不能勉强他们。我明白了，先让我看看他们两人吧。冰女姑娘，你的灵魂纯净剔透，犹如无方美玉，即是人间难品的绝品，你愿意分一点给异世国姑娘吗？既然是她想帮这个忙，我愿意。好，那待会请你跟我进去里面。徐薇雅，你也尽量帮忙，其他诸位就劳驾你们在此等候一会了。是主人，一切都拜托姚不知先生你了。冰女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不用勉强。对摄影关系，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。要不是先生，如何？大功告成，大功告成。这小公子，这订婚就交给你了。我想你应该会用得到。要不是先生，那医术我他。放心吧，那你就没事。你待会就可以带他回家休息，要魂体愈合之期呢，他可能会上一阵子，不过醒来之后一切都正常了。要不是先生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彼此彼此，我也从伊斯朵身上身体上学到许多，这位大英前辈过人才是，定会对我之后创秘研究大有注意。村长先生，若你要谢的话，就谢带我来此的夏侯公子吧。我不过居间帮忙传话而已，岂敢言老鞠躬。我们是赶快把异世国姑娘带回去吧，这充满死人味的地方待久，对她可不是件好事呢。夏侯兄弟说的有理，就这么办吧。于是脚步是主仆两人收好诸般器具，一行人则将汽车恢复的异世朵抬回长老家中，这件事就这样圆满解决了。脚步先生，你们这么急着离开，不多待一会吗？老实说，当年前面的手法给我很多启发，此刻我只想回去试验这些概念，恕我不陪你们了。老伯先生，那待会下回见了，请慢走。能够救回伊斯罗的性命，而且永远解决他身体朽坏 的问题，结果太好了。 OK， 村长先生，
看伊斯罗样子应该是没事，你可以不必再操心了。夏侯公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道谢。我能从大安的噩梦中清醒，伊斯国人获得重生，这一切全是出自你啊！我除了一句谢谢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话可说。这神巫金鼎是传至先祖的神意真物，我想其他东西足以表达我的谢意，就请你收下它吧。这样算带你一番好意，让我去攻击部落从命了。劳烦小侯公子为伊斯朵的事情两地奔波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如今此事突然是圆满解决，我也不敢再耽搁夏侯公子你的时间了。那我祝伊斯朵姑娘早日清醒康复，等到那时候我再来亲自向她道贺。春兰先生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夏侯公子，你请慢走。OK， 那是紫云派弟子。夏侯一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给我们出去话是我吧？你们直接派来这里干什么？周崇呢？见到朱浩，刚寸步离锤，小妹此刻也在这里吧？这不干你的事，不肯说吗？我对我们紫云派可没那么耐心，你们不肯说，杀了你们再进去看也一样。我说这事，反正也不是很大不了的事。除我们紫云派之外，昆仑派、神武关和松妖门四派门人都在大厅里面。真快啊！不一会儿，四派的旗帜，我们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自从离开高山古城之后，在我们师父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，一直以为我们四处找寻罗拉城的遗迹。罗拉城从天空中降下来时，正好附近查到我们，得窥奇景，看各派人马均未进出，师父还是决定冒险进来一探。冒险一探？他是怕城内财宝给人夺去了吧？怎么找到财宝之前，倒先把自己和闷的性命都尽数送在这里？我看到慕容师伯和公孙师伯的份上，还是得去通知他们一声。给我让开！哼，和我们怎么他们作对？你们自找死路，这么走着瞧吧。